我发一颗心动原石。那输的人呢？要表演才艺吗？懂了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好，老板来，盲选啊，是选赢的是吧？三二一，走。因为我们没有商量，哎、你们也选的，没有商量。哇！汉哥，你说公不公平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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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郭同学，恭喜！哎呦，这清脆的声音，这是当啷当啷的，谢谢谢谢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欣赏汉哥的才艺了。哦，我可以动耳朵。哦，这个也算才艺。来来来，算算算算算。你们也会吧？会啊。你动一下。等会儿。哦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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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啊。可以。我只能动这边。哦，那你稍微有点残缺。你会动出节拍吗？对，你要动出节拍。可以动出节拍。那这样，那就酒醉的蝴蝶好吗？太土了这个。啊、哎呀，你还不愿意跟啊？哦，你洋气哦。那我来给你表演一个啊。怎么也哎呀，很突出。花花的世界，原来我们一直不是。酒醉的蝴蝶，你的那一句誓言，累了成年留单身。你的头发也跟着一块儿，关键这刘海也跟着一块儿动。可以可以。对对。可以。哇塞，汉哥，你这样，你这一招真的，这算是心动的信号最精彩的才艺了吧？哦，前面也很精彩。哎，他们有的人能把两个眼珠就分到这儿来，不可能，然后那是假眼睛吗？是真的。对起来了，哎，可以啊，我可以，这不可以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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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这种才艺好没用啊，这是能干什么这才艺？但是这种才艺在。必要的时刻还是有用的，你看，比如说在这个时刻，对呀，是不是？能不能奖励我一颗呀？那不行，没事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等一下，汉哥不要着急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大招，跟原石息息相关。我跟你说，只要有你们这帮人在的话，我不可能拿到原石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正式的推理了。嗯，个人战是吗？个人战。Yeah. 好，那我们开始抽取这个小黑板。我最后一个就好了。哎呦哎呦，哎，汉哥露出了微笑，我的原石就来了。汉哥已经连线完了。哎呀，我先来啊。好简单啊，这嘀嘀嗦嗦还是西西啊？送分题，毫无悬念，没悬念，好，等于是捡了一颗原石，凭实力好吗？我这个其实也是送分题吧。嗯，我觉得中中就什么都没有。对，中中他还是比较注重自己的事业。但有可能阿星会发给中中哦。为什么？不是说冲浪的吗？俩人不说。对啊，他们俩有共同话题，两个人都是喜欢尝试冒险的极限运动。说这干嘛了？这个把他画出去，把手机丢了。是事业，是以事业为重的女人。嗯，我觉得阿星好难哦。秦心没准就改变心意，出于晚饭的感谢啊。可能秦心发给阿星是比较明显的，就是吃饭。阿星帮秦星买了一些外卖嘛，带回来。但是最后的那一个箱子在客厅里面，他们在翻那个微博照片啊，一些极限运动的时候，我搭到了就是中中开始对阿星有一点点意思的那个苗头。嗯，但是我又不能够十拿九稳。嗯，可是呢，我觉得我们阿星真的前面太苦了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他值得两条短信，所以两条。我这个你这是理想吧？对，是因为我要站阿星和中中。对，我想说，看看我们阿星吧，拜托了。对，哦，用一颗原石来交换这个祝福，真的说不定真的有可能哎。那我们也把祝福写了吧，不要原石，敢吗？你们敢吗？算了，汉哥敢吗？我不敢。你说西西会改变心意吗？我觉得有可能会。觉得他跟姐姐的那一方谈话之后有影响，又哭了，然后马上会有一些转变。我觉得是不是可能会发给迪迪？我咋整啊？这是个转折点。嗯，我不信，我觉得他肯定还是给他发。哎呦 ，OK， 那我们俩都有线，好不好？好。嗯。
我不信，我真的一颗原石都拿不到。如你所愿。所以七哥是觉得西西是会发给迪迪的，超越这边是觉得西西会发给错错。那小丁呢？我是晴晴嘛，我觉得阿星今天会发给他。嗯，包括还给他买饭啊什么的，连上吧。我想说晴晴刚才侧头哭的那个镜头很美，然后在发光，我希望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值得被人喜欢和长得好看的女生。虽然不是说你哭的时候很好看，就是你平时也很好看，所以我希望你越来越自信。好，接下来揭晓答案的时刻。对，到底哪一位侦探可以获得我们的心动原石呢？超 S 自拍照亮你，超 S 心动只为你。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Vivo S7 超 S 心动时刻。首先来让我们看一下姚木希。送分题，送分题，这好难啊。啊，嗨哦，一个对喽。看到你回来就很开心。你别高兴那么早，万一人家就不选了。嗯，哇，我真的发现 Vivo S7 拍的好清晰哦，而且非常好看，色彩也特别的饱满又鲜明。嗯，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你亮晶晶。他说西西是他的星星啊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中中能否收到心动短信，他会收到谁的短信呢？中中不会有，中中就不可能有。中中确实。没有啊，对啊，嗯，没有，没收到。送分题，很不错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晴星能收到心动短信吗？他会收到谁的呢？收就是阿星给的呗。阿星，我觉得，嗯。哎，嗯，你看他们也像我们一样相遇。这是照片当中的人，就是茫茫人海中遇到了你。嗯，接下来我们看看阿星能收到心动短信吗？阿星，哦，你看，啊，他没收到，没有收到。哎，你那儿，哦，对，是连两颗。啊，人很好，人很好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错错能否收到心动短信吗？他会收到谁的呢？哎，错错，错哥，错错知道了就知道迪迪了，我们命运是相连的。啊！为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命定。转折，我只是想要我的原石。那么接下来，迪迪他会收到谁的短信呢？哦，周末要保持好心情哦。我看错你了，我看错你了。我觉得西西是听了姐姐的一番话。他可能自己内心也认真的思考了一下，在花房聊天的那一个片段，其实错错的表现是让西西失望。嗯，对，没 get 到。他希望他这种转变可以被错错自己发现。好吧，以为是十拿九稳的，结果